好，我是 Cindy， 我家来自老师，这是口 K 他们家所推出的 Z 系列的四分自由旋转扳手哦。那么它这支扳手呢，主要是用于更换汽车轮胎的。那么这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我会分为三点，从上到下来跟大家做介绍哦。第一点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，它其实是更改了传统的握把，它这个握把呢可以提高它的旋转能力，这里。那么第二点的话呢，它这里其实有多增加了一个按钮，这里。那么这个按钮有什么功能呢？当我装上十字的这一个杆杆的时候，我就可以从这张套进去，我就可以从这个洞洞张套进去之后，按下这个按钮，它这里还有个卡榫。就这样按下按钮到这卡住。这个按钮的话呢，它是加强中心锁定的机制，所以你在使用上的时候，你不会跑掉，会不好用之类的。就是当你要拆卸轮胎的时候，套筒锁太紧的话，你可以先把它这样从这个按钮这里先把它移到旁边，变一个 T 杆，然后再这样套住之后，再大力的给它转下去之后，就按中间这个按钮变成十字杆。就可以快速的拆卸旋转它了。那么第三点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四分的套筒，这里有多增加了一个塑胶的套子。那么这个塑胶的套子有什么作用呢？就是你在拆卸轮胎的时候啊，你可以减少它的摩擦力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，就是你这样旋转的时候，正常没有这个套子的话，它这个摩擦力是会慢慢受损。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套子的话呢，这样抓上去，它其实是可以减少它的摩擦力的。那么大家，我今天介绍这支 Cocan 他们家所推出的四分自由旋转扳手就到这里了哦。其实他们改变了传统握把部分，然后增加了这个锁定的机制，套筒这里也增加了一个塑胶的套子。那其实这个是非常方便快速拆解轮胎的一个工具，而且比较贴心的是它这里还附赠了一个套子，一个保护套，所以你要外出使用的话，你就可以把这些器具装在一起保护它，然后这样就可以携带出门了。那么大家，我今天介绍的这支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来丁 Style Tokyo 看更多口 o 的工具。那么大家下次再见咯，拜拜，小娜娜，拜拜。